哎，你好，那个你点的大份猪扒饭，还有那谢个鸡谢。腿，你你，这吃的可少了，我上只吃一点水果。喂，那个你点的那个卤肉饭没有了。家卤肉饭没有了？咋回事啊？哦，那个人家已经打烊了，不做了。好吧，那没事。现在好手小哥都长得这么帅了吗？要不要进来斗地主啊？哦，不了。看你都给人吓到了，30多岁没有男朋友都这样。谁30岁？拜拜拜拜拜拜，先生你好，要买块蛋糕吗？不用了，谢谢。那给女朋友带一块吧。减肥。刚刚，你竟然同意你女朋友减肥？你是想让她减肥成功之后变成体态轻盈的美少女，然后一大票人追求她，最后她被别人抢走，而你因为心疼这块蛋糕而变成单身狗吗？给我来一块。啊、哦，好，那你看要不要再办张卡？那不用了。你的意思是你这次给他买完蛋糕以后都是他男同事给他买，接着他男同事带他吃饭逛街看电影，他们促膝长谈你浓我浓，最后你们的爱变成一道绿光，是这个意思吗？给我办一张你们这最贵的卡。好，走。哎，你好，刚才说拍照那个订单是你下的吗？是我下的。手机给你帮我们拍一下呗。好。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你还没有女朋友，雌雄双兔傍地走，你还没有男朋友。拍的怎么样？我看一下。啊，来，还不错。你照相就是命儿。你这拍的什么呀？等着差评吧。哎，别急，往后翻，往后翻。哎，你好，那个您点的外卖。谢谢。啊，没事。哎，您是在练那个生僻字吗？哦，对，好难啊，这个。那个能让我试一下吗？行。啊，好。茕茕孑立，沆瀣一气，踽踽独行，醍醐灌顶，绵绵瓜瓞，风微龟裂，龙行达达，犄角旮旯，娉婷袅娜，涕泗滂沱，喃喃不休，不浪不游。哇，这么厉害，教教我吧。啊，还行。啊，那个你可以自己多练一下，我还得送单呢。哎，没事，你教教我吧。不是，我还得送单呢。没事，我给你加钱。不是，哎，刚才接了一个包饺子的订单。我爸给我相亲对象包饺子呢。哦。我怕他忙不过来。哦，行，好。叔叔，我能问一下，咱为啥包这么多饺子吗？请楼下的邻居给他介绍了十几个对象。啊，过冬至了吗？给大家吃点饺子，哎，看能不能成一个。哦，行了，你别送了，就到这就行，我自己走吧。啊，今天辛苦你了。啊，没事。那个我啊，我爸让我问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有对象吗？啊哈，哎，你好，那个我是跑腿的，你男朋友让我给你送的蛋糕，然后他问一下你这两天为什么老是不理他？他都抱着别的女人睡觉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都抱着别的女人睡觉了，还好意思让我给你送东西？啊，就因为这个。这还不够吗？您这个渣男！哎，这是他前天做的梦，做的梦。哎，你好，那个你买的那个披萨到了。好，谢谢。啊，那个我能问一下，为什么一定要切八块吗？因为我的饭量比较小呀，只吃得下八块。切12块不也一样吗？哎，你是不是傻呀？12块是不是比八块多4块？啊，是。那不就对了。啊。哎呀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让你来了，这么冷的天儿。我给你买了好东西。哎呀，我要你东西干嘛呀？上次给你买的手机手表你都不要。哎呀，那些我都有啊！我跟你说了，不让你给我买东西了。打工呗。哎呀，你没有多冷啊！哎呀，我这么酷的电动车，我能装挡风被吗？是暖和重要还是酷重要啊？那肯定是酷重要。我不管，我要给你带。哎呀，你等会儿，你这儿你能不能买个正儿八经的颜色？你这让别人看见这怎么想啊？这。我还给你买了粉红的手套，等会儿你也得戴。哎，你今天接了一个宋锦旗的订单。哎，你好，那个我问一下，那个财务总监是哪位啊？啊，我是。哦，你好，这有个锦旗是匿名送给您的。哎，王是吗？可以啊。那个，这有三个问题，他让我问你一下。然后今天是几号？14号。那个，你们发工资是几号？10号。哦，那你们这个月发工资了吗？没有了啊，那这个可以给你了。哎，
包总，包总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包总，来，包总，来，包总，来。今天又抢了一个装鞋柜的订单，让我去看看。就这儿呢，你帮我装一下吧，我已经装一半了。好，你这是装一半了？对啊。好好好，我觉得我这才是装了一半了吧？哎呀，累死了。终于装好了，哎，那个您看一下吧，已经装好了。哎，不错不错，辛苦了，在这吃点饭吧。啊，不了不了，谢谢谢谢。饭都给你盛好了。啊，真不用了，谢谢谢谢。没事，我一人在家我也吃不完。啊，真不用了，谢谢。哎呀，还好我刚才走了，不然肯定得让我洗碗干活什么的。老婆，我想买一条新毛巾，我这个毛巾太旧了，你看，都破了。顺哥，那个我代表粉丝给你送条毛巾。你们来了几个人？啊，我一个人。啊，十个人？没有啊，就我自己。老婆，我来了十个粉丝。哥，兄弟，请你吃饭。刚才抢了一个装看电影盒子的订单，让我去看一下。就这个，我朋友给我买的追剧神器，当然我刚才试了一下，我不会装。没事，那你交给我吧。好。美女，那个已经装好了，你看一下吧，手机给你。看一下，这就可以看了。还挺快的，两分钟就下好。啊，那个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哎，你等一下，咱俩一块儿看吧。啊，这不好吧？哎，没事，我一个人看太没意思了。不是，那个，主要是我近视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戴眼镜，我看不清，你知道吗？那没事，咱可以用 iPad 看。你想看什么？我现在就给你下。不是，好好好。刚才接了一个买两包红糖的订单，等一下送到的时候，准备给他唱首歌。有人在吗？哎，你好，这是您的红糖。好，谢谢。哎，那个，等一下，我这有首歌是送给你的。一个人的夜，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？拥抱过后，我的双手应该放在……哎，您怎么把门关上了？刚才有阵风。哦，那没事，我接着给您唱啊。一个……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还烧烧水，我得去看一下。谢谢你。哦，谢谢，行，好好好。刚才抢了一个陪吃火锅的订单，让我去看一下。哎，你好，那个是您下的那个吃火锅那个订单吗？啊，坐吧，师傅。啊，好好。菜已经点好了。什么？你的小料。哦，谢谢谢谢。来，羊肉。哦，没事，你不用管我，谢谢谢谢。他刚才说出去一下，已经十分钟了，还没回来。已经20分钟了，还没回来，我现在有点慌。哎呀，我刚去买鲜榨果汁，人好多。哦，谢谢谢谢。那等一下，我请你吃饭吧。我请你。不用。我请你吧。不用，吃吧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坤哥。哎，你咋来了？哦，那个公司有事，让咱俩赶紧回去一趟。不行，我一会儿要陪我女朋友逛街。啥呀？老板开车在楼下等着咱俩呢，赶紧跟我走吧。真不行，这个。谁呀？哦，这是我公司同事。啊，对，那个公司有事，让我们俩赶紧回去一趟。老板开车在楼下等着呢。一会儿要逛街，是不是？那没事，你去吧，工作人员啊。好，那咱俩回来啊。好，那你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啊。嗯，这订单居然让我假扮他同事，太厉害了。辛苦了，我就开黑了 啊！没事没事，您撤。好好好。刚才抢了一个帮忙拍照的订单，让我去看一下。哎，美女，刚才有一个那个拍照片那个订单是你下的吗？哦，对对对。啊，咱怎么拍啊？先把手机给你。哦，好。我想要住进你心里。哎，我这样这样。你有着比地球大。的吸引力，想和你遨游太空里，坐时光机看银河系。来来，我们来这拍一张吧。就我和你，你在这拍一张吧。行，没问题。
你要接受我无需拿。前面打电话的小姐姐让我帮她取了这个袋子，我准备去逗她一下。听说人打电话的时候给她什么她都会接，让我试一下。想起来订单还没有完成，我赶紧去找他一下。太啰嗦了，刚才那么皮。那我给你唱首歌吧。丑八怪，能否别把灯打开？你不会是那个抖音上跑腿界的彭于晏吧？你这样都认出来了？长得这么帅，唱这么难听，除了你没别人。好，丑八怪，我这灯我不要了啊。小姐姐，那个差评还是算了吧。那你说怎么办吧？那个我给你变个魔术吧。你还会变魔术？会，你把眼睛闭上。三二一。魔术呢？我已经让你忘了你自己是一只猪。我本来就不是猪呀。你看看这么快就忘了，这魔术变得多好。哎，别，那个，行，这样吧，我请你吃饭，认真的，这次绝对认真，走吧，走，小姐姐，来，我请你吃的午饭。你请我吃饭就是这个吗？对，可香了，快吃吧。你可以请我吃点好的吗？主要是我没钱嘛，这不是。那行吧，跟我走吧，我请你吃好的。哦，好。